从29年前开始，我们两两相继而来，手捧转法轮，真善人的光辉照亮了心田。1992年，我参加了北京第一期讲法班。1994年，跟母亲一起开始修炼。94年开始修炼的，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。1995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我是97年开始修炼的，那年我8岁。1998年的夏天，朋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。2019年，我走入大法修炼。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大法让我变得更乐观坚强。从修炼开始，大法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让我不再追求名利。返本归真就是我生活最大的动力。医生都说我的绝症能够康复是个奇迹。大法赋予我的是生命的永远。感恩师尊带着弟子们走过这修炼的岁月，感恩师父在末世传法度人，感恩师父让我得到大法，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指引与呵护，给了我再生的机会，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不再迷茫，让我从忧郁变成开朗。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更加精进。师父您真的辛苦了。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恭祝师尊华诞。恭祝师尊华诞。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恭